辉哥绝对一个得意嘅人啦，佢系一个林白白嘅。唔系有佢嘅作品，我冇开演唱会个成就咧。个细佬佢聪明咯。咁啊，黄沾咧，我初初唔识佢嗰阵，即系同佢唔系好熟嗰时候，我好怕佢嘅，因为佢好恶噶。即系佢哔哩吧啦，真系有阵时系为你好啊，即系闹你都系为你好嗰啲咯。我觉得一个即系小说中嘅一个嗰啲即系浪子型嗰只咯，就系一句天才。佢两个，我觉得合作无间啦，系一对好值得尊重嘅创作人。辉煌魅力活法堂。如果輝哥詹叔不是魅力驚人，演唱會又怎會由五場加開到八場啊？但你之前不是說過缺得加場的，不加又加，輝哥詹叔出來解釋一下好啊。完全是因為即係啲人撲飛睇，係撲到撲唔到啦，咁冇辦法啦。喺日前一連兩日，陳潔玲、學友、葉麗儀同羅記。阿妹和仙道拉粒粒巨星都来到录音室练歌，场面真是星光熠熠啊！连最近忙到不得了的 Leslie 和久未露面的张德兰都来开下腔。今次为什么会有一个推动力来到你再踏足这个舞台唱歌呢？我都从未想过会要再出来唱歌，不过呢就阿辉哥和詹叔呢，他说这个是他们的33周年，咁係一個好難得嘅機會，好多朋友都一齊㗎啦，咁好似開 party 咁嘅話，咁我就諗下，咁又係即係好難得嘅，即係兩個作咗咁多好聽嘅歌人走埋一齊，咁我諗下都應該支持呢個 party 咯。因為兩位都係我嘅老朋友，同埋兩位都係我好崇拜、好敬佩的音樂人，咁我覺得能夠做到他哋嘅演唱會嘅嘉賓係非常非常幸福嘅。演唱會之前咧，有冇啲咩準備功夫要做？其實今次幾趕，因為我要其實我聽日就要去韓國，咁我要喺當日嘅下午先趕到翻嚟香港。咁夜晚就要做演唱會，咁不過我會喺韓國飛機途中就睇熟啲歌詞，唔好唱唱錯歌詞最緊要。輝哥同詹叔人緣好好㗎，面子又夠薄，連有小雲雀美如之稱嘅歌後顧薇姐姐今次都為咗老友同細佬啊破例復出開金口，犀利咧！頭先咧你排練夢係啊第一首歌。1961年，邵氏准备开拍电影《不了情》，登广告口筹征求电影歌曲。辉哥同埋詹叔同时咧就俾500蚊嘅酬金吸引，分别参赛。最后咧，当然系辉哥嘅作品被拣中啦，由佢家姐顾薇演唱，风行多时。如果冇记错咧，詹叔咧曾经讲过，顾薇姐姐系你嘅梦中情人嚟噶，系咪噶？梗系啦，嗰阵时小云雀全世界有20万男人，起码我哋净系20同年龄嘅，你唔好都中意顾薇噶啦。我几廿岁你讲埋晒咁嘅嘢，唔好咁。咁咪后尾咧就同佢。即系我记得我喺邵氏嗰阵时咧，佢真系靓仔嚟嘅。我哋录音嗰阵时咧，我啲国语讲唔中啊。录音嗰阵时佢又嚟，有嚟即系玩下音乐啊，合唱佢又。合唱，我哋跟住佢後邊嘅，真係靚仔嚟嘅，靚仔嚟嘅，即係估唔到佢今日睇我哋啊嘛，係咯。咁好多人都冇睇佢，夠膽追佢啫，咪咪夢中情人咯。追咩嘢？你唔好講埋曬啲咁嘅嘢。不過嗰時你追緊麻花啦。但係冇真真正正去真係追過。未追過，點講笑咧？佢大隻好多㗎，姐點敢追啊？有咩？佢係細佬輩嚟㗎嘛。咁我哋又唔介意嗰個年紀嘅，愛情如果係有嘅話咧，就唔關年紀事。嘅係啦，咁係中意係中意，但係好即係好遠遠咁話呢個大美人啊，佢唔使咁高睇嘅，即係即係佢咁哇呢個大美人咁樣，係啊嘛，咁係喎，真係靚啊，顧明呢啲正經成日都係咁嘅。詹叔講嘢咧，有時就唔係好正經嘅，但係佢坐喺排嘅時候就好認真喎。淨係睇32人大樂隊嘅陣容，知唔知嘢少啦？中西樂齊備，唱乜嘢歌都冇問題啊！嗱，學友咧就揀咗啲古裝戲嘅主題曲嚟唱，向兩位前輩致敬。
似阿輝哥佢一移咗民啊，咁樣就已經好少即係呢一類歌出現啦。即係香港即係唔係好多人寫呢啲歌。中又整個二胡啊，整個筝啊，或者係啊出下個 flute 啊，出個即係洞箫啊，出個笛啊咁樣嗰啲少啲咯。我哋都好洋噶嘛，好舒服噶喎，又係啊。頭先都好開心。通常因為分鬼錄噶嘛，即係係啊，好想 live 成班咁喺曬度，好過癮啊！頭先我 happy 都不得了，係啊，拗曬頭啊，直情食個頭痕啊，直情。難得巨星雲集咧，就梗係要趁機會講下當年情啦。嗱，輝哥、詹叔啲好嘢，我哋聽得多啦，嚇，我哋大膽啲啦，講下嗰啲衰嘢咧。Elisa， 你講先。咁我睇唔到佢哋有啲咩缺點啊？我諗唯一一樣就係話冇啊。哎、唯一個缺點就是你們找嘢揾我唱歌揾得少。我哋身為後輩唔敢講全部缺點㗎，我哋只係知道佢好㗎咋。似預告暴雨，又再到大家都信緊經濟不景，荷包越嚟越少錢嘅時候，一班自稱逆流戰士嘅超級巨星，仍然照食照玩錢照賺，實行玩盡星馬72小時。心中我已看透是往事。烈马星动反斗星，佩莎实在太兴奋了，明明咧搭8点钟班机，约咗人6点半集合，点知6点钟啊就嚟到啊，慢慢等下啦。啊，终于都9钟集合啦，你睇啦，早晨。佩珊有份参加嘅超级巨星旅行团，第一站由香港直飞新加坡，团员包括成龙、阿妹。阿伦、阿叻、秀姑、志伟、Philip、海美同家栋，3个零钟头之后咧，佢哋终于到达新加坡机场，跟住就转搭旅游巴去酒店啦。跟住咧，班超级大胃王梗系依肚啦，开饭啦，开饭啦！智慧梗系叫咗佢最中意嘅海南鸡嚟食啦，到大家咧都食到 jap jap 声啊！到咗下昼3点半，班巨星食饱饱，换好靓衫出席记者会，宣传佢哋同马来西亚财团合作发展位于马来西亚柔佛州嘅大型度假村啦。阿叻同大哥阿妹咧好静心咁听谭校长发言啊，但系智慧咧就竟然挂住黑眼瞓啊！听阿伦演讲真系瞌眼瞓，你知唔知？同埋啲稿近咪我哋度俾佢咁滞啊嘛，咁啊再讲一次啫，咁你话有乜话我哋唔瞌眼瞓啦系嘛？阿伦话今次投资有啲突破，系佢哋进军旅游业嘅第一步，皆因潮流所催。而家好多时啊喺欧美啊。有啲遊客嚟到喺新加坡啊、馬來西亞咧，佢哋除咗去個 city 玩完之後咧，係好中意去到一啲海灘啊，同埋或者係一園林嘅地方啊，吸收啲大自然嘅感覺。將來咧，我哋會係有啲園林嘅景色啊，大自然嘅咧，好似譬如教人喺温室點樣種菜啊，有班賞㗎，有係養魚啊、種菜啊、喂山羊啊、兔仔啊，或者即係好多嗰啲比較農業。即係嗰類嘅嘢多啲，大自然多啲嘅。哇！今日行程真係緊密啦，我都未喺新加坡咧食我最中意食嘅榴蓮同山竹，就轉一聲嚟到吉隆坡啦喎！啊，唔知道下一個行程去邊啦？答案當然係大家意料之內咯。梗係滾，咁啊去寫滾。打邊爐，哎呀，好熱嘅喎！一向中意整蠱人嘅智慧，終於都冇帶佩珊去滾，唔係啊，係食滾熱辣嘅火鍋啊！佩珊啊，成晚都瞓唔着啊！希望太阳早啲出嚟可以去玩啊！终于到天光啦，阿伦阿叻同埋秀姑咧一早就去到楼高88层嘅大型商场 Train Tower 度睇铺位，佢哋喺呢度又有生意啊，开咖啡室咯。万丈高楼从地起，咁我哋咧先 block 咗，即系我 book 咗最底一层。同一大一座嘅商業大廈咧，梗會有呢啲嘅飛行式噶。咁如果我哋呢間係做得成功嘅話，希望啊，淨喺馬來西亞可以開幾十間。咁我哋翻香港亦都會做呢個形式啦，或者我哋成個亞洲都會做呢個形式，因為呢個形式咧係好流行嘅。喺美國咧，淨係波士頓同華盛頓咧，有其中一間咧係可以喺兩個州度開咗1000間。哇！係啊，即係你哋會邁向呢一個數字啦。我哋心裏面諗係咁樣啦，每個人都有個目標㗎。所以就要揀呢個 number one 嘅。
當然，你知我唔好習慣第二嘅咧，通常都係第一嘅咧。為咗達成投資大計，梗要花多啲心機同時間啦。下晝3:30咧，班巨星又著到鬼火咁靚出席簽約儀式啦。大哥級嘅成龍咧，負責職務當然係舉足輕重啦。扯旗、扯籃、揾老細、招攬多啲人才，同埋舉手，同埋舉手。咁其他嘢我就唔去發問噶啦。今日你睇下我哋香港人不唔容易啊！我哋今日嘅 Hong Kong。唔理係歌影視都好，可以嚟到馬來西亞都受到咁歡迎，證明我哋嘅力量係非常之大。如果我再團結一致嘅話咧，我哋可以紅霸亞洲。講到紅霸亞洲咧，都不得不提妹姐啦。佢著住條性感露肩米色短裙，簡直紅霸星馬。妹姐，你自己嘅事業咧就咁成功啦，咁會唔會做生意咧？你嘅成功之道就係做背後嘅女人。我見你頭先都唔出聲嘅，由得你班男人講嘢啦，咁樣嘅。是啊，因為我覺得在某一方面呢我自己 是比較低能一點啦，即他們是比較厲害一點的，我唯有是我盡量在我的專長就是宣傳啊或者第一個表演這方面我落力一點咯，平時處於開會我就去聽咯。好乖咁去聽，但你未見過梅艷芳會咁乖坐喺呢啲男人啊後面聽嘢嘅。做生意啊，梗係講噱頭啦。班明星搞嘅餐廳啊，菜名都要藝人嘅名嚟命名噶。啲明星咧，好中意食嘢嘅，好為食嘅，尤其是阿叻啊、志偉嗰啲。咁於是咧，我哋咁多年食嘅經驗咧，就係、是。做一啲菜式出嚟咧，本身係已經係好美味，咁而且咧係有獨特嘅、有創意喺裏面。咁呢啲就將會係我哋一個叫做明星嗰個食譜啦。初步構思咧有阿倫人心雞湯、成龍蝦、妹姐肉骨茶、智慧韓豬手、菲律煎香魚、自叻鮑魚面等等。專家麻煩大家。夜晚9:00啊，班巨星又要出發啦。今次咧要搭4小時車去馬來西亞近新加坡嘅邊境新山投宿。呢班反斗星啊，當然趁咁長嘅車程玩餐飽啦。首先玩高難度啊，玩功夫。玩功夫呢家嘢咧，梗係成龍大哥出馬啦。佢話要挑戰識飛嘅蚊啊。證明我功夫好。但係佢冇吸過血嘅喎。因為咧，海裡係走。玩演技，首先咧分男女两组，男方嘅队长就阿伦啦，女方队长就阿妹，双方出戏名咧俾对方估，各方咧就派出一名成员用身体语言去表达戏名，边队以最短嘅时间估中戏名咧就算赢啦。一船嚟得我开路 ，OK 得，好嚟，唔系嚟嘅，识惊吓大家，残酷大世纪，妖嚟精怪，系啫，演帝嚟噶，国亮亮。补充分娩，恭喜发财，真主拉拉，系啊系啊，兴玩智慧。当大家斗演技斗到难分难解嗰阵咧，车尾突然传出几声巨响，掩盖晒大家嘅欢笑声啊！坐车去迪沙鲁为度假村的巨型剧场主持动土仪式，阿伦同成龙两个大细佬咧，当正去沙滩玩泥沙咁啊，真系冇佢哋收了